7月31日，炎亚纶转发自己参加篮球节目的微博，并配文称：“科比一直是我的偶像，他让我爱上篮球。”更称科比是自己的精神导师，希望所有和自己一样喜欢科比和热爱篮球的人珍惜每一天，享受可以打球的当下。科比随后转发此消息，在线鼓励称 ：“Thank you， 炎亚纶 ，Always keep your passion on court and in life。”此消息发出后，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：“我偶像追星成功了。”炎亚纶终于体会到被自己爱豆回复是什么感觉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